为了一口吃的也太拼了。我就想知道，刷到这个视频的是不是都是东北人？最近北方那边好多地方快递都停运，这个蚕蛹也是家里最后一个库存了，吃完就没了，要等快递恢复运作才能再买了。且看且珍惜。有好多粉丝说想看半熟姿势，现在暂时拍不了，先拍个金丝蛹解解馋吧。